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星，今天为各位分享是毒龙动态造型，看到一副他流口水的样子就知道了。注意了，注意了，我那个擦钉哎，擦钉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以上是这一次流口水的麒麟龙，不，流口水的这个毒龙解放的这个动态造型分享，谢谢各位。我觉得蛮帅的，而且他一直流口水，看得蛮猛的。我觉得蛮猛的，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。对啊，还一直流口水。